莱家许英哲超前医美技术用滤镜欺骗社会大众。快输了。感谢哥哥送的穿云箭。在这个滤镜泛滥的时代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实现，但是你母亲的你也不能诈骗啊。在许英哲的官网，我们看到他最大的业配伙伴袁曼萱，但内容说他弄了他鼻子七次，可是我只看到放了几张个人沙龙照，七次到底是怎么七次的？那我们一向有什么说什么，当然就跑去看看他的影片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erry，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。今天这一集呢，叫做医美大实话，实话实说。当我们准备看你实话实说的时候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超自然现象，而且历经了七次，历经了十年，我才能重建成功。下一次真的非常的完美，真的很漂亮。我每天看到自己都觉得好漂亮，而且呢，我最近来了澳洲，对后就住了。我真的很想找一个理由去解释这个现象，我绞尽脑汁，后来想到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女人的性欲指数非常高。再看镜头，身材35、25、34，身高167 cm， 最多高潮次数估计是21次，性饥渴程度是200%，整体重生战斗率达到8300分。我思考许久之后，我只有一个结论，不是你的灵压已经强大到影响空间，不然就是念能力把笔给用歪了。原来您的技术是如此的跟得上时代，那我也不方便说什么了。我变。